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很方便，因为我在穿运动内衣的时候是没有负担，然后但是我穿上可能需要就是比较丰满的衣服，就觉得很自在。但是我今天来这个活动，我觉得我在这个比基尼里面找到了春天。谢谢的照片是刚刚自己破梗说从 A， 好啦，就算大 B 大 B， 现在就是大 B 大 C。大 D， 我觉得说他大 D 有点太夸张，应该是大 C。第一次拥有大 C， 哇，波涛汹涌。你觉得自己变性感吗？一点点。对，但今天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要跟热情跟性感画成等号。对，所以你的尺度怎么这样？是不是？哎，我这尺度很大了，哎，我很有诚意了吧？是吗？因为刚刚模特都穿泳装，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跟模特还是要有点区分。那背呢？背？背背背，背也很低吧？被妈拍遮住了。有要拍吗？有了。所以这已经是你最大了吗？还可以再大一点？我觉得可能要垫上三个 new bra。对。所以才会搞到。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但是我觉得我的脸好像不太适合太大的胸部。你觉得？你说大胸部的表情，就是有一种，那小胸部呢？就是比较青春有活力的感觉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要笑？大哥，我难得来访问一次，你为什么要笑我？哪一家的？他可能觉得不够性感。这是哪一家？月亮。不够大，脸书上写说那个叫什么？大家都好担心。对啊，唱片市场就是毕竟不太景气。其实我一直都有说过，我《Sugar Rush》这张专辑，其实我是当做最后一张这样子，因为这是一个完成的一个作品。不管有没有下一张，当然心里会很希望有下一张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随缘，因为毕竟这需要非常多的人力跟财力才有完成，才有办法完成的事情。是有听到什么消息让你突然有感而发的消息？其实销量啊，我的销量销量好像蛮不错的，然后也不是的，是有一点会担心，因为我是一个有时候会想比较多的人，然后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要表现的东西给表现给大家看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表现的机会，因为。初当歌手，我想不享受到当歌手的幸福，对。但是其实我应该要先回去拍戏，这是比较重要，因为其实真的太久没拍戏了，现在是要该要回去拍戏的时候，其实这也是一个理由之一啦。所以近期要好了吗？近期就是今目前手上已经有手上，还是说背上？就是背上、头上。我现在头上呢有两个真人秀。对，三个真人秀，一个是已经在播的《明星大侦探》，然后一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叫做《泛泛男友》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真的，还有一个比较辛苦一点的真人秀要准备要去，但是现在这个还真是，所以我现在手头上有三个真人秀在准备，然后之后就会准备拍戏。其实已经有那个戏，是因为后来有点延期啊，对，所以其实原本早就要去。然后现在就是期待在那个真人秀表现，应该说最近应该是先以综艺为主，对。看到大家对我的鼓励吗？感觉就是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，跟有些人还叫我说，哎，你可以不要唱吗？我回他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唱？他说因为很难听。我心里想说，到底关你什么事情啊？我唱难不难听，到底是关你什么事？那个人。你们可以去看留言，我有留在下面，他们不让我唱。对，就是该要发声的时候要发声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，你可以不要听，谢谢。但是还是有人觉得我的歌声像天籁。我刚刚说销量好，是未来，不会是虚伪的。老板，你说什么？你有问老板？老板，我没有问他，但是我只是纯粹自己在那边想太多。那我就是有时候会突然一个。可能因为最近的时候刚好是月经来的状态，然后我只要就是女生烦恼事来的时候，我比较容易敏感。对，但我没事，请大家放心，就是不管有没有下一张专辑，我都会有作品上的呈现给大家。
怪了，是不是？他应该也会有好戏。但是他帅到分手，现在这么红，你的还不是一样？我的 Sugar Rush 真的还好，没有他红。他现在这个帅到分手已经是国民情歌了，哎，国民歌，哎，国歌，哎，不对，一种大家都会唱的歌啦，哦，洗脑歌。对，你这个解释很好，谢谢。对，就是希望我也可以沾上他的边。但是最近期，就是我走到哪都是以周大豪为开头。很烦吗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觉得很烦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主题专辑。还是专辑请他制作就好，下一个。哎，这个不错哎，周大豪帮我制作专辑，谢咯。你觉得他应该会拒绝我？我觉得他不会拒绝我，他嘴巴上会一直捏一直捏，但他不会拒绝我。对，好，对。秘辛啊，就是拼跟脸皮要够厚，然后要有礼貌。那应该是要问潜规则。潜规则吗？你觉得我长得这个样子会被潜规则吗？我觉得我不是会被潜规则的。你不是等于说是他们？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他们到底有多辛苦，但是我能体会的是他们的竞争真的非常的厉害，就是不是。我们一两天就可以感受到，就是我觉得这是实话。他们好像练舞都从早练到晚上凌晨的那种，但是我的公司对我还不错，没有这样对待我。嗯，谢谢。